啊，无我人人讲哦，无聊，你甲我讲话啦吼。我陪你开讲。好好好，你敢知影你是安怎会得这个病无？是安怎？人伫咧讲一句话，上不拜行。上不拜行。这句话你捌听过无？你话中有话，啊！你是你即卖意思是？我讲好，你就知买。想必我知你的心思，其实你也真了解。哪彩有？不是你的囝。无对，想袂到你什么代志拢了解。彩虹这是不是我的亲生囝？伊不但是你的亲生囝，而且伊的身份非凡。你是一个普通人，和一个真有贵气的人，阿弟来甲你拜。你若拜的，明也拜。当然啦，阿娘，你的身体暂时不足，无什么病因，当然你会破病啊。啊，无对。你讲的真是有道理，伊是高高在上的苦地位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安尼死查某囡仔而已。莫怪自从彩哥甲我调摆了后，叫我一声阿娘，我就感觉我的人拢无爽快。原来是安尼死啊！厝里恁两个人无母惊言，所以讲。你家有钱，算来你有功劳。不过你嘛爱有知影事实，也若无，你安尼搁家看落去，你是增加伊的罪恶感嘛？无对，你讲安尼有道理，做袂当包得苦的。总有一天，伊嘛了解着伊的身世，好，多多有金，会当指点我的面子。那安尼事，我都甲彩虹坦白讲过去。是，坦白甲伊讲，讲互伊听，讲互伊了解，伊的未来要如何，你唔通甲你家己一个人承担，你担袂起呀。阿娘啊，老大哥，起来，茶来啊，我泡的哦，敢好啉无？来来来，我倒来啊啉。啊，恁阿母有话要甲你讲。哈？阿娘，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讲？彩虹，事到如今，阿娘袂当搁再骗你。其实你不是我的亲生囝啊！阿娘，你即摆是要讲啥？是毋是彩虹我无乖，我无听你的话，你才讲我不是你的囝？不是，阿无嘞。事到如今，我坦白向你提示的，你身份几栋小区，当初是你父王母去哦，你的父王叫做李氏，是一个三王爷的地位，现在换掉差错，比你所不如啊！你拄仔出世，翁翁有伊。因翁阿婆抱着你，毕竟伫咧天家的所在，当初是你的老爸老母对我有恩在心，我牺牲着我的囝儿，替家家你斗阮。即摆你的父王是谁？是谁？你的母亲佮我也是无，我拢不知伊啊。我亲生囝有有啊无有啊是死，我嘛拢不知伊啊。我甲你请用已经十三年了，这十三年你的身份这么高，我是一个平常人，所以我会这艰苦，就是你叫我阿娘，你甲我担当，我这徛袂住。十三年。这件代志我嘛爱特别甲你讲，我若无甲你讲，放在心肝内，我是真艰苦。你的父王李秀是一个三王爷啊！你莫无言，听
亲生父母一片声的三毛甲三毛灰，我那爹已经死啊！阿娘，我要找阮阿娘啦！你要找恁阿娘？也不过你这尼啊少富的，平生是安尼啊好滴哦，你从来都唔捌出远门，就算你若要去卖花，有当时阿娘嘛会陪伴你去。小小的年纪，一路想要到平生，是要行到老死。阿娘，我绝对要看到阮阿娘，我要知影，伊即摆过了有好无？老大哥，老大哥，安怎？你毋是讲你要送我三个心愿？啊，我第三个还袂甲你要求的。第三个心愿，你什么时阵要还我？你随讲我能随好你不要紧啊。啊，你我要去平城找我阿娘。哎，慢下，不可。为什么？不可，哪行你来应承？人哋咧讲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虽然讲你即摆过安尼生活，但是平平静静，安尼真好啊。只是讲为着你老母设想。彼此爱家实情讲予你了解，你如果若真正真诚去，那我先万一只，哎，我承担袂起啊！你给我骗！你敢要跟我做兄弟？你敢要送我三个心愿？你讲白扯，我无爱跟你好啊！我无爱跟你好啦！哎呀！王小弟呀、啊，啊，我咧讲一个嘛是为着你好，啊，你何必哭甲安尼死呢？啊，不是你讲的吗？你讲要给我三个心愿，我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要找阿娘。你答应我，你找我去好无？好啦，但是我事先甲你讲好个哦。嗯。不管如何，你要记你亲生阿娘的样子。我让你看到他一面，但是不管是好也是坏，我一定都要保护你安全。到时阵你性命若危险，奶奶马上离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是讲，为什么你来，我阿娘就跟我讲这件代志？刚才你两个是在讲啥？小兄弟呀、啊，其实你敢知影？我认识你的时阵，是伫咧山顶看到你伫咧卖花，看到你对遐小动物受伤，你非常有爱心。我对这个人非常的好奇，我伫对你的观察，我观察你真有爱心，也真有良心，甲我看到一般人是无共款。所以讲，我愿意要甲你做朋友。我一般都住伫咧山顶，你敢知我什么人？我唔知啊。我叫做张高禄，但是我真正的身份是一只蝙蝠精。救命啊！别惊别惊，我袂伤害恁啊！我袂伤害恁。你是妖怪呢？我猜我是妖怪，但是我要甲你斗三工的，那是好朋友、好兄弟呀、啊。你不是人哦？我不是人，你是只蝙蝠，蝙蝠变作人。我修行已经千多年啊，这么久啊，莫怪你知影我的代志。好，今日我跟你结拜，伊好亲像也无伤害我，莫怪伊会当变遐尼啊多钱乎我，佮知影我所有的代志。我相信你不是歹人。哪呢？我甲我讲过啊，要去平城迎亲。一切拢看我感受清楚哦，看你目睭哦。嗯，我要哪去？用行路哦。无，咱用行路收八万啊。我无要安怎去？而且去到皮城，还袂进城，三口堡落一个卫兵，你要哪记恁老母？啊，安尼我唔得记袂着。放心，咱记会着，我已经答应你，第三条件我一定要完成你。来，
阿母，客气啊，小弟，咱们这个皮城恁是很危险的代志，但是为着恁心愿，我替恁达成，目睭放开开，咱飞在半空中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你伫咧看啥物？无啊，你用边安尼飞在半空中，我咧看，佮飞起哩。会啦，放心啦，来。真的啊，假的啦？真正有影吗？目睭放开开。我的好像目睭无天开，啊，若无正是我是唔知对我来。是啦，是你的母后为阮惜玉雄啊！在讲本君赐我，我道行，我真深刻，所以才爱我去水点在你的身躯边，会当辅助你啊！这是当然的啊！你家己所想看卖下哩，要不你到天后你国上，身处感觉真差。我是讲今天受你往到外面的所在，要来表示谢恩。哦，了解解我的心意啊！是啦，是啦。是说啊，我看一只狗，你的功夫是不是有退步？因为我一路想要大家小心细腻的。国师啊，你这么对我的身躯边，你到底有啥物拍算？有啥物拍算？你为中有意啊？啥物为中有意？那有说啊？那哈，你莫咧乌白想啊！你要知影，我伫啊恁的偏乡所在，我做一个国师的，我为国尽忠，要保住江山啊！对，你是咧逼我讲的，你是要保住江山？无啦无啦，讲你。唔使跳掉呀！我要保住江山啦、啊！原来是要保住江山，啊！那你是好，当家人是我的心腹，从今以后我绝对袂亏待你。啊，时间无少，该看作是遐有一只白兔，有一只白兔。啊，那你是赶紧来去啊！赶紧来去下白兔，赶紧来，对路，叫来去。你啥？你有要新人新抱？无，恁新人新抱离开。你啥人？有啥物问题才飞落来？问题才飞落来，唔
你敢爱稀奇？要怪吗？你先喏，我今天要来打你。你这边在创啊？你这里要惊吓？你们青龙杀狗吗？好，青龙杀狗，好呐。后边那个什么人？你咧？我跟你讲，白蛇蛇主，白蛇蛇主，行不？来，大卫，你来，你来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我不好。你惊吹掉啊？惊吹掉啊？哟，你都不要。你快看，那个生了烟头啊烟头，那个就是恁囝。你是阮囝。你囝你会晓未啊？哦。小心嘛、啊！你在讲啥？身边拢是小人呐、啊，规班我对上四种啊！你看到讲这话，你们生有我的感情吗？你嘛是阿老肥的吗？是啊！你够在雕？我可能无法子啊！国主啊，我你讲这种人大细声，讲请坐。阿小人啊，阿无八顿啊！来呀、啊，这门事先来摆呀！我该摆哦。放心，做你该摆。奇怪，谁做？手机已经摆了，不如咱来离开。放啊！我未看到阮阿娘的呢。不过，咱就了好伤心了嘞。啊，不过。我未看到阮阿娘，我若无看到伊，你叫我倒转去，那安尼我来拍声是有啥物意义？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莫在我要啼要哭，要看恁老母，我带恁来。阿娘姐。
拼命，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！安尼好，以后我歹对你啊！你给我来！你头先是我在乱笑的，你外敖对外敖，敖我外厉害，啊明明这就是假的！是不是那老公一只狗比较厉害呢？我变成一只妖怪，讲就话你啦！你竟然声声口口提出讲你是假宝，伊敢讲我是假宝？对，讲甲你这老袂到老，你世间烧。结果这件出事，应该就是爱问我母舅才会当救救。到底大事真相，我母舅上清楚。希望一只详细，希望一只事实的。如果你若真正，我嘛无法留在世间烧。我替你处理，正式的吼，咱先倒倒去，对面了开，行，倒倒去。
虽然讲即摆我已经平安无事，也毋过我的事业啊，嘛是我的亲生囝啦，财富，财富，日子经过遮尔啊久咯，你敢知母遐我尔啊思念？你甲手叫你试过了好无？并且有百千有烧无？你甲查某遐若受着一点，我的心肝子硬。哎呦，哎呀！哎呦，啊！你不是对我讲过，要出到外面打那城来，为怎又倒转来？这么紧张嘞？当然是真紧张。我叫，我今天匆匆忙忙回来厝内底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来看望你。也过去嘛，无叫你摊平对我提的行动。其实我的囝，若是我的囝，当然我会对你摊平。感谢是你，啊哪里无叫？我感谢你的亲生囝。红儿啊，无言无讲，你来对我问这句话。当然，我甲你问这句话，我今朝到城外的所在，竟然拄到一位名叫拉彩虎，伊声声讲讲对我提你言道，伊讲平时王主是伊唔是我。你拄到拉彩虎，拉彩虎无死。拉彩虎无死，不然你是安怎样？刚刚拉彩虎所讲的是真，那么你其实有当时那遮明显？有无？伊是母后的亲生子啊，因为当初是那彩虎，伊就是那村的囝儿，在咱王府，伊是咧做奴做婢，所以当然我把这个囡仔看作是我的亲生囝咧照顾。即马听到伊平安无代志，当然母后爱替伊欢喜啊。原来是阿莲生啊，是，你无骗我吼？母后要哪会骗你？好啦，既然母后你都无伫咧欺骗我。这件代志我会办理，这拉彩虎，我会想尽办法，我会消失在世界上。那么，甲八面家伫咧计较。啊，那你先我知，我先撇来去哦。先撇。拉彩虎不死，那你手叫伊变啊无代志，我想要记我的囝拉彩虎，彩虎。我也是要安怎记着你？哇，这哪会这水？这不是普通的所在，内底有你想要见的人，迄个人就是你老母。我甲你无熟识，你叫我是你的阿娘，你是我的阿娘，我就是你的囝。你是我的囝，我唔对，我甲你解释，我唔是普通人，我是修炼者，修炼千年的变化者。你是修炼者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袂伤害你。今仔日我带伊来见你，伊确实是你的亲生囝。伊是我的亲生囝，无唔对。我好亲像，拄只有看到一个人，手叫，阿妹，手叫，就起爬起来，你平安无代志，那咧我的囝阿彩虎，嘛一定平安，伊是你倒，伊偷偷叫你阿娘，这位就是你的后生。看你吃不好，一定嘛困不好，对无？
小舅阿娘对我真好呢，伊对我足疼惜的，伊对我，把我当作是伊亲生囝，我真难得跟你见面，我想要咱永远拢做伙，好无？好，才嫁来，即摆已经见面咯，阿娘嘛真想要跟你永远住做伙，小舅阿娘先用这种耐心哩，你嘛是爱好好啊照顾你，伊即摆倒转来啊，若无我寄传你。我要甲伊你父母讲互清楚，以后批啥国主就是你咯，行，好，对阿娘来去。马上，我叫，你带要去倒位？你不是甲我讲话，你甲伊无熟识，你甲伊无亲戚关系，是安怎样？你甲伊这尔亲密，手甲伊牵着条，到底什么用意？事到如今，我会坦白甲你讲清楚，其实这位大财富。确确实实是我的亲生囝，你真正的身份就是伊娜川的囝。这位小舅就是你的亲生老母，伊是皮城的国主，就是阮囝娜彩虹。伊是你的囝娜彩虹。啊！想袂到你敢骗我姓氏？你告诉你的囝仔，蔡侯即摆已经倒转来，我好不容易坐了皮城王厝。